你从小到大，你的那个担负家里的经济的重担大不大？非常大。但是我们想象，你爸妈那时候都是很大的明星啊。嗯，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，他们不是太懂得投资。当我在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念中学的时候，我已经有做 part time 的工作了。嗯，所以十八岁，我父母他们离婚，一个就去了美国，一个去了其他地方。那就变了，我一个人在香港，我就要也要负担他们的生活，所以就真的很辛苦，非常辛苦。所以第一年我拍了六部还是五部电视剧，也拍了两部电影，我快疯了，吓疯了，真的累到呢，每天就是两三个小时两。虽然是十八岁，但是你没得睡，真的好像鬼一样在那里飘来飘去，不晓得在。不 enjoy 不享受那个过程吗？如果我说我不想演戏，我想去上大学，其实是不可以的。对啊，没有那个钱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